Ako si Liberty, ang inyong guro sa Filipino.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语 Liberty 老师。今天我们要上第一课的疑问活动，那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上的是听一听，选一选。在 Filipino 呢，要说Pakinggan at piliin。 好，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呢，我们这个第八页的老师要介绍三个句子。好，那我们看一下呢，这里有谁呢？有老师，还有呢，还有苏珊哦，有记得吗？那请问一下，老师在 Filipino 要怎么说呢？Guro， 答对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呢， Susan 跟 Guro 呢，他们要什么打招呼呢？好，要听哦，注意听哦，这个是听一听哦。好，第一个， Susan 呢，看到老师的时候呢，他要先跟老师打招呼，他要说 Magandang umaga po Guro，老师早安。好，跟我一起念哦。Magandang umaga po Guro。好，第二个呢， Susan 呢要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要说 Ako po si Susan， 我是 Susan。 好，那我们没有发现呢，这个打招呼还有自我介绍呢， Susan 呢要加上一个 po， 因为我们要跟长辈打招呼的时候，自我介绍呢，我们要用 po， 这样是有礼貌的意思。好，那第三个词汇呢，老师呢要跟 Susan 打招呼，他会说 Magandang umaga Susan，苏珊早安。好，那要跟老师一起念哦。Magandang umaga Susan。好，下一个呢，我们要看第九页。好，这里我们有看到什么呢？我们有看到一个老师，还有一个学生哦。那你们还记得吗？胡安呢是谁的同学呢？那是苏珊的同学，所以这个同学呢叫什么名字呢？他是胡安。好，那他遇到男老师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他们要讲什么。好，第四个，好，他说 Magandang umaga po Guro， 老师早安。那跟老师一起念哦。Magandang umaga po Guro。 好，他跟 Susan 一样哈，对不对？他要加一个 po， 有没有？好好，第五呢，还有他有自我介绍，他有说 Ako po si Juan， 我是 Juan。 好，跟老师一起念 Ako po si Juan。好，那现在呢，男老师要跟胡安打招呼的时候呢，他要围打换的时候呢，那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跟那个女老师一样的哦。他有说 Magandang umaga Juan， Juan 早安。那我们看一下，念一下哦。 Magandang umaga Juan。现在呢，我们要玩小小的游戏，看老师的画面哦。我有六个句子，那刚才呢，我们要学听一听，现在老师要考考你们的听力哦。你们准备好了吗？好，如果准备好了，我就开始了哦。好，帮老师选正确的号码，我要念哦，要听哦。好， Magandang umaga po Guro， 你们知道答案吗？
好，答案就是一。还有呢？还有吗？答对了，还有四。所以呢，你们有听哦，因为你们知道 magandang umaga po guro 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第一，还有呢，一个是第四。答对了，好，还有呢，下一个呢，还要听哦，要听哦。Magandang umaga, Susan， 知道答案了吗？好，答案就是第三，你们有猜对吗？好，准备哦，现在呢，我要念第三题哦，你们准备好了吗？要注意听哦。好，哪一个号码就是 magandang umaga Juan， 你们知道答案吗？你们知道答案吗？好，答案就是第六号。你们有猜对吗？好，小朋友，你们很棒哦，你们都猜对的。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回家不要忘记哦，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练习哦。最后呢，老师要教你们一个单字，就是巴阿兰。巴阿兰呢，就是再见的意思。那我们要说一次哦，巴阿兰。